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今天崛起流 1.2 活跃骑行上半，也就是凯撒大姐头的首日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如视频所示为62000刀，比上期的老鼠娘减度卡池稍逊5000刀，比隔壁的直支池高8000刀。不过嘛，还是那句老话，流水预估展演图仅供大家参考图娱乐，咱们还是要以商店排行榜的数据为准。目前崛起流是在全球8个国家及地区中上榜前10，人气4大区里游戏榜国服目前是位列第9，仅次于无尽冬日，美服则照例是未上榜，总榜排在第22，日服是稍逊怪物弹珠，目前位列第2，总榜也是位列第2，韩服目前是位列第5，总榜位列第8。国服总榜方面， DF 手游是以成功霸榜一天，那边好像是开了新活动，新国庆套装啦。恋与深空位列第6，好家伙，人家那边都快开吃2天了吧，竟然还能稳压2本线。炉石传说位列第10，稍逊3本线。崛起流目前位列第16，好歹是在今日凌晨1点反超了专科线狗狗音。专科线是昨晚10点超的，狗狗音是今天凌晨1点超的，目前是已有3小时的数据了。要说崛起流昨天的上榜历程真的还蛮坎坷的，首波排名第18，第二波本来能前进一名的，结果半道杀出来个炉石传说，中间还把崛起流硬给挤下去了一位，排名18变19。不过炉石昨天不都在排队吗？老黑这个资深牌老挤了半天都没能玩上，这都能上榜前10，到底是谁在猛猛氪金啊？吃眼啦！原神目前位列第49，崩坏轻轻铁道目前位列第55，阴阳师位列第76，重返未来1999位列第96，归龙潮位列第111，碧蓝航线位列第143，明日方舟位列第167，天地劫位列第172，大明王朝则依旧全球飞榜中。不过吧，这飞榜归飞榜，人家库洛策划该整的活，那可是一点没少整。咱就说流水事态都危急成这样了，还不赶紧集中全力赌一把，1.3手腕人卡池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没想到策划竟然还能做出上半新五星手腕人单走，下半新四星右胡和既然复刻池放一块的决策。好嘛，老米那边的精华没学多少，糟粕倒是一个不落的照单全上是吧，库洛大哥耶，咱这边可没那么多忠实玩家给你站台啊。目前公告评论区已彻底沦陷，仅一晚上的时间就被大家冲到了30000多楼，且至今毫无华贵的迹象。扯远了，还是回归崛起流凯撒。那下面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基准线的时长数据了，目前是以超专科线3小时，最终能否持平隔壁大姐原神，那新史帝的 MVLI 池还两说着呢。哎，你说这小小妹崛起流才开服多久啊，怎么就在破纪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呢？其实吧，这凯撒大姐头老黑昨天玩的还挺爽的，霸体盾斧对于我这种上了年纪精力有限的射术手残党玩家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就是盾量有点薄，初上手以为是崛起流中师傅，但玩到后面的高压环境才发现这其实是崛起流白竹，只盾量最多也就能扛个1到2下吧。不过这崛起流毕竟主打的是一个次时代动作3A大作嘛，他要真搞个中师傅那种几万盾量的护盾，那其他中师玩家还不把屋给掀了？剧情方面也还中规中矩，虽说前面铺垫的部分有点冗长，但好在最后的 PV 过场动画很热血，凄惨的庞培大叔，帅气的摩托 boss。 顺带吐槽下角色名啊，凯撒配庞培，崛起流这是要搞罗马共和国3巨头，男主也有重要戏份了，谁说也是摄像头来着，本期剧情不就和凯撒一起逛街看电影喝奶茶了吗？看看这电影名字吧，咖啡伴侣，这还需要明说吗？堪称崛起流开服以来的最麻辣剧情啊，特指主线剧情里的表现，当期卡池女角色再不是各有各的生活喽。什么，你说你只是人家神网账号的一个小号马甲网名罢了，可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老黑不管，这个射术班跑2步就喘的战鼓渣表现真的是太契合老黑代入了，狗头保命。反正吧，目前的崛起流制作组也都有在积极优化，你看走格子的部分近乎都已经快删干净了，像什么配对保存方案啦，大世界角色自由切换啊，这些都有在慢慢时装。反正就以昨天老黑新版本的游戏体验来说，那真是有改善不少，而且前几天的策划面对面人家不都说了吗，玩家反馈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加油崛起流制作组，水果商店排名榜单的一时下滑那都是暂时的，毕竟根据老黑视频评论区部分大佬的留言来看，这种游戏质量极其恐怖的庞然大物，今年手游圈怕是不太平喽。崛起流人家是专攻欧美和日本主机区的，对手游区那就是降维打击。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黑神话出来后大家都在用 PS 氪金玩游戏？确实 PS 商店登顶， PS 系数无敌，到时候再猛猛打个10倍100倍剑王拳，赢赢就完事了。其实吧，老黑最后还是想
感慨一句啊，当一个游戏的社区风评全都是一面倒的好好好强无敌，大家提出点建议就被打成某某黑子，甚至还会被部分忠实玩家私信爆破让你大头照首页唱歌，这种社区环境对游戏公司来说真的是好事吗？老祖宗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呢？欢迎一起来讨论哈。我和林可以用彼此的性命起誓，老师绝不会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揭开九度陷落的真相，洗刷老师的污名。他是无辜的，因为我的母亲节哀，希望你能早日获得平静。